在南昌吃热辣海鲜大排档能有多快乐？从未吃过如此大的虾，一口会给你一种火药的气息，热浪来袭，特别凶猛，热麻的。这期视频你们可以圈一下身边的哪些朋友特别能吃辣的。南昌这边7点天就黑了，在修路，所以师傅到不了前面。自从上一次从南昌回去了之后，在成都点的美蛙火锅外卖都有从前的中辣变为了爆辣。这一家是主要做鲜辣的南昌口味海鲜，因为我还看到了这位朋友说满足对辣的峰值需求的一家店，又鲜又辣的小海鲜我来了。难怪师傅倒不进来，这里也在修路呢。你们看他们家好像很多人。 Hello 你好，我一个人，我取个号吧。你到旁边稍坐一会儿吧。在西城等时间，等一下吧，不着急。可以看到这个罗氏虾，也有小龙虾、蒸蚝，大家都坐在门口。是一个人应该比较快吧。好多人呀，他们堂子很大，但是都坐满了。好的，我坐这边吧。那好热闹，吃海鲜的氛围感给拉足了。原创鲜辣鲍鱼仔，江西辣鸡脚加辣，今天就是奔着辣来的。劲辣甲鱼仔，爆头超大罗氏虾，看朋友说有一个拳头这么大。芥末味，还有一些小炒，炭烤深海鱼尾，炭烤网红皮蛋，南昌炒粉。再来杯喝的吧，超大杯西瓜冰沙。先来这么一些，都是在榜当之首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西瓜冰可以解辣，我也有吃过了。还有个水冰棍，我需要来点辣。红彤彤的59秒鲜辣出锅，因为它是带壳的，内脏和肉分离在吃，裹了满满当当的辣椒，感觉这辣度还好，可以接受。剔除它的内脏，你们想不想吃？鲍鱼肉软弹，是那种油润的鲜辣，入口甜，回味咸带辣，我们也很喜欢。主打一个鲍鱼吃爽，就是来南昌之前把家里的衣服用手搓一搓，结果就搓出了水泡，破皮了。这么大风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这是加辣的哈，裹一下浸泡在油里的鲜辣椒。口感真的很多，金针菇味垫底，有点小惊喜，我超爱。有点烫，去戴手套，把它一个一个给抠下来。这底料如果再来一份蛋炒饭，不要太美。好，在南昌，菜就是这么硬。又弹又韧性，很入味，鲜甜辣的滋味很足。紧实又耐嚼，感觉一个一个吞不上来。它的炒粉好大一份呀，喜欢南昌的炒粉、拌粉、各种粉。第一口有点热辣，这火气蹭蹭的，辣的凶猛。鲍鱼仔辣了不知多少倍，我要哭了。剩点，家人们谁懂啊，直接辣沉默了。吃个鲍鱼缓一缓，它没有它红，但是它是它辣的10倍。炸皮蛋，蘸一下鲍鱼仔的汁儿会更好吃。吃是可以带出增添点风味，甜咸辣。烤鱼尾，好酥，很入味。那里的鱼肉水灵又细嫩，口感有点惊艳。就是先炸了之后，再撒调料去烤制。鱼尾酥到可以直接吃了。首次在烧烤里边吃烤鱼尾，其
记住它，超级宇宙无敌的好吃。外面的鱼皮被烤得焦酥，有一点像吃酥脆感的猪油渣似的。烤鱼尾必吃项目，罗氏虾，从未吃过如此大的虾，好像炸过似的，胖乎乎的。带黄的。芥末的味道不刺鼻，微芥感，这道辣度也还可以，不辣。来吧，先炸过，再浸泡汤汁。没有那个汤。刚说它不刺鼻呢，蘸一下吃，芥末劲瞬间上头。这个我是很满意的。爱罗氏虾就是因为它虾尾的肉很胖乎，吃起来非常满足。浑身上下都被腌入味了，肉质鲜活又紧弹，肥不腻呢，非常好剥离。垫底的黄瓜和芥末，浑身上下都腌入味了，太刺激了。仿佛有无数的针在戳头皮。我看了他们的螺蛳虾还有别的烹饪方法，最后一个分量太大了，一份虾能把人给干饱。南昌的特色之一辣鸡脚呢，我是加辣的。酱香的，油润，酱香，鲜辣口，鸡脚挺塌乎的。这鸡六个脱骨了，一份鸡脚的量还是蛮多的，属于会越吃越辣的，在接受的范围内。确实有点过瘾，满满胶原蛋白的糯感，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了那位朋友说的，如果你极其爱吃辣，来这里吧，感受辣的维度。剩下的记得打包，下嘴全是辣爽的呀，火热热麻麻的，打鱼仔试一下它的裙边，滑糯的胶质感裙边，还可以吃到细嫩的肉眼，把甲鱼剁碎成小块小块的。甲鱼味道也好，南昌的菜上用老抽、小米椒，什么风味都很饱和，让人越吃越回味。我觉得其实它的辣不是来源于小米椒，是这个干的辣椒瓶子，不知道是哪一种辣椒品种，入口会给你一种火药的气息，热浪来袭，特别凶猛。今天压根控制不了一点表情，表情管理失败。我吃辣其实不是特别怂，但是比很厉害的人还要逊色很多。这期视频你们可以圈一下自己身边的哪些朋友特别能吃辣的，艾特一下。今晚是被南昌给辣到的一晚，那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收藏哦。晚安，拉个巴卡。芥末螺蛳虾、鲍鱼不辣，可吃。加辣甲鱼、加辣鸡脚，适合爱吃辣的朋友。爆辣炒粉，你日常就吃的爆辣的。
点一下试一下。那个小姐姐跟我说，说他们有客人点这个是都吃完的，我还是佩服。因为昨天晚上被他们的炒粉给辣到了，所以我今天点了一份他们家的外卖，我想试一试。外卖打没放辣椒吗？酱上头了，配上洋葱、鸡蛋还有包头在一起炒。炒饭还是蛮油润的，因为昨天晚上感觉确实味道还不错。这是鲍鱼，加一点鲍鱼这辣椒放米粉上。不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备注少辣椒，不全在接受范围。今晚简简单单吃一餐，明天就去杭州了。